红鞋边。云层拥紧头，鼻孔活动腿，前紧后扶手。最佳的形式㗎嘛，係嘛？
我真的抹低了，我真的有抹低二模二行的那個，那個身體可以過到步了，不過氣都用到了，我想用用鞋，現在是這樣，真的很煩，要看我早點臨去看，我那天第一次看的，你先看我先，他應該有位置是抄的，不是抄的，那些叫什麼木棉咯，你快小心，他好意思做的，跟住咪有一段是那些豬音都有個樣，慢慢斟酌的，是不是方便聽？是不是兩個？不是啊，二和院有一段是豬音，跟住有個樣咯，又收又開的，不過女人。跟住我諗我係受平衡影響嘅，最尾最尾一段咧，我係抄嗰個嘅，啲竹子好中意，我唔知點解嘅，我又唔覺得佢真係最平衡嘅，跟住原來真係又係葉和園咯，而家睇咗我就知道，我真係有彩，我覺得唔好，即係我覺得係平裝入啊，咁真係葉和園啲咯，因為平裝係好靚，開緊好拆光拆拆啊，唔知我係點啊，真係好靚。Thank you.
请勤握扶手。
哼哼哼哼。